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你好，我叫 Melinda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范范。你是哪国人？是中国人。我在哪个地方？我来自浙江省，现在在上海工作。你是哪国人呀？我是法国人。法国？你来自法国哪里呢？里昂。是里昂吗？在法国的什么地方呀？在法国，里昂。有，离巴黎远吗？我只去过巴黎。你喜欢巴黎吗？很喜欢，我觉得巴黎很好看。为什么你喜欢巴黎？巴黎有很多很棒的博物馆，我特别喜欢逛博物馆。那你在上海待了多久啊？你可以慢点。好，不好意思。你在上海已经活多久了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学了多长时间的中文呢？我学时间。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学习五十时间。五十。对。好厉害，那你已经说得很好了。谢谢。你的老师是谁呀？我的老师是安娜。你可以认识她，她是很好的老师。好的，看出来了。那你喜欢她吗？我喜欢。你喜欢安娜？安娜？对，我很喜欢安娜。那你现在在上海工作还是学习？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网络好像有点差。你现在是在上海工作吗？对，我在上海工作。你呢？你做什么工作？我在复旦大学工作。你听说过复旦吗？很好。我觉得网络好像有点不太好，我不知道是谁的网络。我现在可以听到你的声音。玩什么运动？我喜欢跳舞。知道跳舞吗？对，我最喜欢跑步。是吗？跑步。跑步，那你一般在哪里跑步呢？在上海路。OK， 是在外面。不是在健身房里面。有时候，我去在里面。因为晚很热。是的，上海的夏天特别热。对，我很喜欢夏天。谢谢。那你有吃过上海的小笼包吗？包子。对。你喜欢包子吗？对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包子吗？我现在早上早餐都会吃两个包子。你喜欢辣的菜吗？什么？喜欢辣的菜。辣的菜是什么？辣。辣的菜，我很喜欢，我可以辣。你呢？我不可以。不知道。辣一点。好像在法国应该没有很多辣椒吧？
没有。法国菜是不辣的？不辣。哦。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上海的杨浦区。因为我知道 GoEast 有两个校区，另外一个就是在我这里。你们现在是在徐汇吗？对，我是徐汇。徐汇，那你也住在徐汇吗？我住在徐汇。那从你家到教室要多久呢？我坐路去 GoEast。走路去要走多长时间？2分钟就到。好快啊。很近，非常方便。对。那你想要回法国吗？下个月我回法国。哦，是回去看望家人吗？对。看望爸爸妈妈。对。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住在香港。但是他们也回法国。哦，哇，那很棒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对，我有三个妹妹。对，他们多大呀？他们16岁、18岁、23岁和24岁。哦，那你是最大的姐姐是吗？对。好棒呀。你们是一个好大的家庭。你们有兄弟姐妹吗？没有，我是独生女。特别喜欢冰淇淋。你最喜欢什么冰淇淋？我喜欢芒果口味的。你知道芒果吗？最喜欢巧克力冰淇淋。巧克力呀。好的，你还吃过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呀？什么？你还知道其他口味的冰淇淋吗？其他的味道。其他的冰淇淋？我不知道。OK， 没关系。那你喜欢中国的水果吗？对，我很喜欢中国的水果。有哪些？中国的菜的蔬菜。你吃过什么水果呢？我吃过西瓜。西瓜。还有吗？我不知道。苹果。你喜欢？还行，还行。我也有很多苹果在吗？好吧。你喜欢苹果吗？非常喜欢，我觉得苹果很好吃。你最喜欢什么水果？我最喜欢的水果是桃子。你学过桃子这个词吗？我不知道。也是一种夏天的水果，你现在可以买到，是粉红色的。好的。有听懂吗？我今天晚上还要跟朋友去吃火锅。今天你去吃火锅吗？对，等一下就要去了。今天非常热，但是我们有空调啊。空调？空调。
空调可以让房间变得凉快。你吃过火锅吗？我吃过。我喜欢火锅。你吃的是不辣的火锅吗？对，不辣的火锅。我不会吃辣的菜。好吧。你有去过中国的其他城市吗？对，去海南。海南，哦，海南的三亚吗？对，三亚。那边也很漂亮。很漂亮，三亚不漂亮。你不喜欢吗？我不喜欢三亚。我很喜欢海。海，那你在三亚游泳了吗？对，不是在三亚。我去打车，一个小时从三亚。那是很长的一段路啊，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，小时。去打车。哇，好厉害！太厉害了，我没有骑过那么长时间。那除了三亚，你还去过别的城市吗？对，我去过昆明。昆明，对，你去过昆明吗？去过，昆明很好看，昆明有很多花，鲜花。你喜欢昆明？但是从上海去昆明太远了。对。坐飞机要2个小时。在中国你最喜欢什么地方？我最喜欢杭州。你知道杭州吗？我不知道。杭州离上海很近，只要坐高铁1个小时到了。对。你坐高铁吗？火车？没去。没有，可以试一下。那你今天晚上打算做什么呀？什么？你今天晚上想做什么？今天晚上，我工作。哇，晚上还要工作啊？对。哦。我去晚宴，值班。和同事。和同事。你的同事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？外国人。好吧。那欢迎下次和我一起吃饭。今天我觉得没问题。很棒，我觉得你的中文说得很好。谢谢，我觉得不好。以后还可以继续加油。对。好的，那今天就谢谢你。谢谢你。谢谢。